你名字是什么？我叫林燕如，英文名字叫 Jennifer Chang。这样，你在哪里出生？和你在哪里长大？我在台湾高雄出生，然后在那边长大。我很喜欢高雄。高雄是什么样的地方呢？高雄是台湾第二大城市，它在南边，然后很漂亮，可是很热。你有没有兄弟姐妹？我有两个弟弟，大的弟弟小我2岁，小的弟弟小我4岁。大的弟弟叫林奕晨，然后小的弟弟叫林奕宏。你小时候喜欢做什么事呢？我小时候喜欢因为我们住在田旁边，那小时候我们喜欢去田里面抓鱼，然后去那边玩水，然后没有雨的时候，没有水的时候，还可以在那边烤地瓜，然后去玩跳绳。好，在你以前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？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跟现在小朋友不一样。以前玩的是那种在外面玩，然后可以爬树，可以抓动物，跟现在的小朋友都是玩电脑，然后玩电视游戏，很不一样。在你几岁移民到美国呢？我17岁的时候到中美洲，20岁来美国。美国有很好的教育系统制度，所以来这边上大学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这样，你有没有什么家族流传下来的菜单？有火腿炒饭，然后有水饺，还有寿司，还有酸辣汤，还有佛跳墙。那你今天要来帮我们做什么呢？今天我要做给你看的是火腿炒蛋。炒饭需要饭、洋葱、蛋、青豆和培根。先切洋葱，培根炒熟以后再加蛋下去炒，接着再放进切好的洋葱，再来放进青豆下去炒，最后加饭一起下去炒。为了增加美味，加入盐巴和白胡椒粉是必要的。这道炒饭就是我们家族流传下来的菜单。